啊，我看你袂制造话题哦。伊讲，啊，哪讲人哪走诶？伊讲，啊，伊咧讲着人，你头前咧讲，后壁一直走，头前咧讲，后壁一直走，伊咧讲着无人爱听呢。啊，这宿舍无隔音，无法度，最少着切看少，你知无？切看少，切看少，你着无法度啊。哦，你天文地理你毋捌，你咧讲着迄个科学，你着拢停啊，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哎，我无讲啊，我讲啥拢无要紧，来，你要藏什么都没有关系，我这是百科全书。哎，第四哦，就是谁问能答啊，只要你问，伊就答，善觉众疑啊，啊，第四点，这菩萨的事无所谓。所以功德智慧啊，乃修业心啊，上甲好。来掩饰伊的身躯啊，所以讲摄像第一啊。哦，咱这菩萨咧做，参咱凡夫你甲看，即句就差足多。那咧菩萨，伊咧化妆是安怎化妆呢？伊用功德来修伊的心，用智慧来修伊的心呢？伊化妆是伊彻底的化妆伊的心，智慧甲功德来修伊的心哦。啊，相好，伊自然就出来啊！相好庄严呐，啊，摄像第一啦。啊，咱无共啊，咱像咧裹米粉诶啊。咱心毋知要修啊，啊，硬死命裹啊裹啊，啊，像米粉饼咧卡一圆啊咧，对啊。啊咧裹是袂要紧啊，哦，这嘛是有优点啊，因为咱来化妆互众生看，啊，是咱上较重要，爱去修这粒心。啊，化妆在二十世纪来讲，这是算礼貌啊。未晓化妆的人，人讲你无礼貌。哎，外表水，而且真好，内心搁较重要，内心搁较重要。讲下诸世间所有的色好啊，世间呢所有的装饰拢下个不半行。哎，好诶，所以讲名称高远，因为清净嘛，欲于虚名呀。啊，有的是高而不远的，有的是远而不高啊。啊，远是指十方啊，啊，高是指虚名啊。哦，这个名称高远呢、啊，高哦，清净欲就是超过须弥山那里啊。哦，所以清净的名超过须弥山啊，各广各远啊，遍十方啊，大家拢了解菩萨啊，也远的不可思议啊。心性坚固，亲像金刚。意思讲，正悟的无生法忍呐、啊，就是七住菩萨以上啊，啊，就产生的无生，就亲像金刚啊呢。讲法宝普照啊，雨甘露啊，哦，法宝那青菜贴起来都有。为什么讲法宝呢？法宝。都是用光明来代表啊，所以啊，这个法宝普照啊，因为啊，这光啊是无所不照，那去有法宝照着，牛气都无。我相信讲，咱今仔日在座诸位，包括出家在家，包括师父，那无听到佛法，相信你今仔日过日子，不是安尼过法啊。讲真正呀。今天你所嫁的日子不是这样嫁的，我今天我如果没听到佛法、哦、完蛋，我只有这个歹性地就不会我了，我会自己认识、啊哦啊、完美主义者要求得很严、啊、很坏、啊哦啊、你没法疏导自己、啊、因为你没智慧、啊、这就是这个个体真实性的东西，你想看看一个人已经接到自己的这肉身跟外境是认为这实在的东西，所以一直会打拼，会认真啊，啊认真打拼，这个执就是一直调啊，一直承认有一个真正的人啊，我在用功，我在创业，哈、哦，我在贡献社会，啊，你这个执不断，你就无法度啊，哦，啊，那有活我啊，这是假，啊，你今天你为谁辛苦为谁忙？哦哦，原来智慧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富，我那起码怎样？
智慧才是真正咱的财富。哦，这外口这金钱，这是暂时借咱用的尔。我咱即马就知，啊，你就加真快活咯。吼、哦，哎，我就甲恁讲，大家看咱的缺点就好，忘记看别人。你看看这外快活，这敢去百货公司买有诶？得一个百货公司甲你打迄条名言呐、啊，啊，那你要来买，你看。所以我这个不是百货公司，我是万货公司啊。你要买我，你要用多少钱买到这个师父所讲的这个法宝啊？你要用多少钱啊？这有时一句话就几千万，你都买不到啊！啊，台北我拍电话去，讲要贷款。一个有一个算好个人，伊不懂算真济，财产嘛真济，一就回国百万落来。我的生命就是师父救的，他太感恩师父了。你讲这法宝，你到底值多少钱呢、啊？我是借我的，我讲这借我的，也不算讲太好啊，恁呐。借我爱孩呀、啊，哎呀，所以啊，这个法宝呢借掉，余处就没有。哦，今天来正在在座诸位，你看看这个佛法，好让你快乐，那是。不可言喻的啊，不可言喻的，你就透视整个人生跟宇宙啊，你就不会去迷糊啊，啊，所以啊，它是法宝啊，不得了的法宝啊，哎、啊，所以法宝普照而与甘露，甘露的是起死回生啊，哦，完了一个人的生命，若要结束的时候，哎，甘露，哎，哎，甲滴落去，哎，得个起死回生啊。讲以种原音嘛，微妙第一啦、啊。好、哦，这个音声是第一啦、啊。深入缘起，断诸邪见啊，犹无两边，无复依色啊。深入缘起，就是讲一切法，是吧？深入的去悟到这个缘起法，缘起就是条件法。一切事情都是借着条件所构成的，没有实体呀、啊，不是在这世间呐、啊。所以地非真亲嘛，所以该法就是了解这个法，为演技以瞎见，马上断，断出瞎见，有无两边，无好一些吧。啊，啊，未了落去世间的有，啊，未了落去无，所以啊，这个迷惑拢断了掉。所以这大师啊、菩萨啊，啊，就是拢修真顾过来，一点啊习气都无。因法无为啊，由世诸好啊，啊，一切时间、一切空间，刚经说法，隆重啊啊，摄政一切众生。其所刚说，乃如雷震呐、啊，哦，就不得了。雷震不但是声音响，而且得力。还会震撼人心呢、啊，表示讲伊地位也无量啊，无量就对。伊说其所刚说乃如雷震呐、啊，像雷的弹安尼啊，乒乒叫啊，雷那一个弹呐、啊，啊一个碧树百草就生呐、啊，啊所以说春雷之动啊，百草生呐、啊，啊你看春天啊雷那啪落去啊，碧碧叫啊，哦这万物的成长，哦这个福嘞。这啊是诸菩萨的音声啊，说法的声音啊出去，这无量无边的众生，伊伫个这个智慧当中，本性内面，伊就发挥了咱啊这个这个菩提种子出来。讲无有量，依过量啊啊！你正悟的发心，你入这个无义的境界，心不可以地球啊，行不可以上来处啊，所以讲或者无量啊，心哦用智慧算未出来啊。啊，这身躯也无固定的形象，当然无有量啊！啊，依过量，是啊，啊，伊超过世间所会当低的物件，依过量，一种法宝啊，如海导师啊，哦，一种法宝就是引导众生伫大海啊，伫这个大乘的海，那采取这个法宝啊，哦，啊，要入去就无困难啊，啊，亲像啊，这个引导的这个啊导，引导这个导。导引导这个海啊，在海里面引导的这个导师啊，啊，无你也行唔到路啊，啊，啊，无你都要借着这夜光啊，无你那看有啊，
所以了在诸法真心的妙义啊，啊，就是讲啊，如实啊的道理啊，深入的了解的道理，先知众生往来所处啊，以及心所行啊，就是讲了解众生啊，啊，伊的心啊，善跟恶啊，都清清楚楚。所以今无定定佛自在慧力十力啊，无为十八不共法，尽这个无定定啊，无定定佛自在地位，因为佛道啊是超脱啊，无定定是只有佛是平等啊，所以讲啊，无定定啊，没有一个人啊，无等等就是跟佛一样的境界啦、啊，啊，是接近这个佛的智慧啊，辩才无碍啊，理无是行无通达。平等啊，亲像虚空，所以啊，伊实力事无所为，十八不共法，当中啊具足神通力。那么，请看这张单哈，这张单，因为过去啊，这个实力啊，啊，十八不共法啦，啊，拢无讲啊，啊，这实力伫个十四讲表是有讲，但是迄是讲国语的，啊。诶，咱看这张单哦，本来一张单，十力就是十种佛祖的智慧之力，哦，所以啊，十种智慧的力量。第一，这是讲如来十力，敢若如来具足十智力，那是佛的十八不共法，那中的十种又作十神力啊。如来正得实相之地，了达一切无灵坏、无灵性，所以称力啊，实力得处非处，处的是哪个地方有道理啊，哪个地方没有道理啊？处就是善的，你做善一定要得到善处啊，你得恶做恶，你一定要得到恶处的，所以啊，处。非处的智慧之力，就是讲咱的因果的报应，一定丝毫不爽。好，第二叫做业意识智力，又做第一业报智力，了解三世业的智力，业报啊即智力，业报安怎来？业力安怎来？如来在一切众生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业缘各部清楚，拢中了解。那、啊、所以业意识，意识就是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成熟，就是咱做一切善甲恶，拢落入去第八意识。第八意识经过一段时间，伊得个啊啊，这个起这个现行，因为内面有经济呀、啊，啊起这个现行。所以就是业意识，经过一段时间会成熟。第三呢，得尽力解脱，那等持等智自力，意思又做尽力解脱，等持等智发起杂染清净自力，因为这真等很了解这第三，讲地主善嘛，解脱三昧地力，善定解脱三昧。啊，清净无垢分别的地力，一定力，意思讲如来在禅定自在不改。啊，浅浅啊，处得伊拢知影。第四，叫做根上下地力，就是讲了解诸众生的根基，性力地力，伫众生上下根地力，根力，意思是讲如来。对众生的根基啊，管家伫个各部大小拢知影。第五，种种的性改智力，又作伫种种的改智力，伫众生种种的欲智力，这种共款名词啦，啊欲别啦，为如来伫个诸众生种种的欲乐善恶不懂，如是遍地啊，你爱什么啊，我就给你什么。先了解你，那么投其所好，再度他入佛门。
第六，种种的戒智力，又都是性力、智性、智性、智性力。如来在世间众生种种戒分不同，如是遍地啊！啊，你看这是什么戒啊？你讲啊，这个高下啊，这个低，这个贵啊，这个天灵啊，清清楚楚。第七，遍处行地力，有作地一切基础的地力，基础的力。为如来第六道有六行所地处，涅槃无六行所地处，如是遍地啊！啊，按怎修行才会达到涅槃？第八，数字念随念自立，意思是讲知影宿命，宿命就是生生世世的代志啊，有这个智慧。如是了知过去世间种种的代志，过去世就对，咱的过去世咱就未了解啊。如来伫种种的宿命，一世乃至百千万世，一劫乃至百千万劫啊，是这个所在出世伫另外一个所在，是这个所在另外去另外一个所在啊。伊的什么名姓名，就是讲出世伫什么所在，伊的名，伊食好食歹，饮食、苦乐、性命，拢总知影。第九个，殊胜地力，又做天眼无碍地力啊，速住生死地力，天眼力。讲如来借着天眼，如是了知众生啊，殊胜的时阵，甲未来要出世伫个善处还是恶处，处就是道啊，啊，是要投到善道还是恶道？乃至去出世伫个衰败、贫啊是富的所在，拢知影。你也未出世，佛都拢知影。第十，漏尽自利啊，有作第应断十业啊，失去的啊，失去的这个地力啊，结尽力啊，流尽力。讲如来在一切未歇其他的失去，应断不生啊，如是的遍地啊。啊，看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的意思就是讲，干那佛有啦，啊，不以声闻呐、缘觉啊，共同，只有佛跟菩萨独有的，啊，二圣人没有啦，就是十八不共法，不以二圣人共的意思啦，啊，搞搞噶，声闻缘觉没有。第一。佛的十八不共法，全部讲是讲十八不共佛法，这是出自《大品法界经》第五卷《公性品》。第一，诸佛心无实啊，意思是讲佛自无量劫以来，世界清净。以此功德满足一切烦恼皆尽，所以对这些心啊无贵系的。佛身无失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身业从来没有过失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啊，已成佛了嘛啊。第二，切无失，诸菩萨啊，有无量的地位跟辩才。啊！伊这个嘴啊，绝对袂去讲唔对个，啊，袂牢骚啊、抱怨啊、扣恨啊、是非啊、动乱啊、争权，伊绝对无安尼。就是讲口业唔怕讲唔对个啊，所讲个拢是赞叹，所讲个拢是好话啊。所说之法，随众生个根基啊，啊，拢会当证悟啊，所以口无实啊。无口业就对了。第三，念无实，佛修心深的禅定，心唔把它散乱，心对一切法拢无所着，对着中道第二的安稳的道理，啊，这心口意以上拢是无故事的。第四，这无意想，无意想，意思讲一切众生拢平等，你心嘛。
不是说这是在管家啊，无意想，没有别的看法。第五，无不定心，佛在行住坐卧，拢啊啊，这个定中当中，拢念心安住在显法，伊个诸法实相当中，伊袂退转。毋是亲像咱即摆心情念咪好，念咪歹。哎，咱即摆心情今日念咪好，念咪歹，就是安尼。第六，啊，无不知伊记下心，了解家己啊。已经啊，离开这个苦乐的对立，什么都舍，啊，就是无不知的是很清楚的知道，已经知道自己一切法不受，苦乐生灭，到遐拢定定，对伊拢无作用的对啦。所以啊，无不知的是自己知道，啊，哎，即舍心已经拢下个无半行。第七，啊，欲无减。就是讲度众生啊，不疲倦啊，为人度久会伤心啊。常常度久的理性人，也是讲烦恼度久度久度个会癫啊。嘿，菩萨袂，菩萨度众生袂使癫的。那你这度众生度个癫，那你这众生要怎样啊？对，众生要怎样？第八，精进无减啊，或者心性啊，拢精进。唔捌休困，无有休困啊！为着度众生啊，哎，生也是伊都病去啊。第九，念无减啊，三世诸佛的法，一切智慧啊，拢满足啊，拢已经圆满，无有退转。第十，非无减，佛的一切智慧，三世一切智慧拢无改，所以智慧无减。十一，解脱无减，佛远离一切执着。所以咱讲要学佛啊。你都爱先学一个无所执着，这唔才讲我才学佛啊！你那边讲讲一百摆、一千摆，讲啊，师父我你家开始啊，要安怎才会进入佛的清净的世界？哎，无所着。我是得来着这个世间金钱、名利、男女，会继续着这轮回。吸在这个沙漠世界、痛苦的世界，还是得我在放下这假的物件来进入世界？你能小心看吗？你的抉择是什么？那讲多几行看未开，你讲我听看吗？世间多几行咱看未开，咱在执着啥？咱是要继续来六道轮回的众生呢？也就是要来进入世界。要进入世界，就足简单，对这沙漠世界都无所着，所有的见灯啊，所有的见灯了。阿弥陀佛，这个手在给咱拖，啊，咱后边绑一条绳啊，这条绳啊就是像执着的绳啊，啊，咱一条绳见证了，咻，啊，就飞出去了，飞出去了，啊，即马有一种高空对无吼，会杀一个机海去钓去，啊，绑一条迄个树林索啊，无，海去，呜呜，啊，就安尼海安尼海安尼，美国，就发现着这个命案，啊，加拿大嘛有。伊个热爱点吼，结果拔无条，怎啊叫当去？很吓死！热爱当，伊讲咱就去刺激个。这吼，这就是美国人的绝招。美国人吼，也退化不完全的狗的马的这个猴子了哈。美国人就是退化不完全的哈，哈，伊摸啊真长哟，还摸真长哈。东方人是无啥摸，无啥摸，哦，哎，美国人摸真长啊，摸真长，退化不完全，哎，想想迄奇奇怪怪物件，想想迄奇奇怪怪物件，哎，用伊就点样喊，点样喊，一条线喊喊长，哎，去试过，确实是，哎，一摆哎，八十块美金呢，唔是免钱呢，再去安尼喊落来八十呢，喊落来八十呢。安尼位伫几百公尺的所在，伊拢去找迄落哦，魂断蓝桥、魂断蓝桥的所在，啊，去安尼绑好、绑个卡啊，啊，撞落去、撞落去、啊，撞落去，啊，八十块美金啊，两千几块的彩票啊，撞一摆八十，了八十美金，佫去撞死我。啊，所以讲，咱也是无听到苦难，咱就同款安尼啦，都切刺激啊。写刺激啊！啊，赛游艇啊！啊，迄天咧比赛这个游艇啊，澳洲 Australia 赛游艇、啊，
游艇啊，你世界第一名呀、啊！哎，为了要破纪录，你听吼、哦，破纪录哦！伊个游艇哦，驶五六百公里呢，偌紧你敢知影？迄一点钟五六百公里，偌紧你敢知影？为台北到高雄吼、哦，那伊迄款速度四十分钟就到，三百公里，台北到高雄安三百公里，那伊迄款游艇快艇的速度。一点钟四五百公里，吓死人！参飞机都差不多哦。结果伊的速度因为真紧的吼，去撞着桥墩，因为速度伤紧啦，紧着啪，几只船安尼开开，爆炸，迄连尸体都无，连尸体都无。我来讲，咱人为着要破纪录，为着要留名千古，啊，伊都唔知按怎追求啊。啊，无安尼找者来刺激，就唔知要怎过日啦。啊，那学会的人就，也免找者来包，就跳了八十。所以我咪听讲，我咪出国的时阵吼，我出国的时阵吼，来遐国外店吼，我拢唔知要买啥的，啊，无一项我会用着啦，哎，我出国的目的就是运动。因为透早五六点一定要爬起来行，游览车一定要开，无爬起来袂使。所以派背包出国就是去比国外运动，做运动。因为我目睭看出去拢唔知要买啥。啊，你世间就是安尼。因此啊，咱今咱也是无合乎这个执着。同款啦，你同款，你嘛无目标，无你要从啥？学插花啦，食到七楼八楼去学英文，为补习班的迄真老在咧学英文啊，五十挂在学 English， 对吧？啊，要食老一种学烹饪啊，因为都心肝唔知要安怎。用伊就打妄想啊，啊停袂落来，啊停袂落来，无就学插花啊，啊无就早上来跳舞啊，哦啊有个左人已经差不多百外公斤啊，伊嘛时间跳土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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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这样啊咚咚，啊嘛是遐看无差，所以咱就心以佛法为主，这是多么幸运呢、啊！你宁静修行观，那我们是多么幸运的一个人，会当听到佛法，有充满了智慧，知影人生要安怎行。那我们不再迷茫，虽然在这世间当中，有时啊事业不顺利，还是物件叫用偷得去，还是有病苦，你甲想看卖，倒一项会当让咱痛苦，咱真知足啊。所以啊，远离一切执着，即有为无为两种解脱啦。而且烦恼的习惯拢尽啦，啊，就是解脱无减啊。第十二，解脱低见无减，或者低见啊，诸解脱相拢清楚，了了无暗障啊。第十三，一切善业随智慧而行，就是袂去做唔对代志啊。十四，一切口业随着智慧而行，就是讲伊咧讲话拢充满智慧啊。一切意业随智慧而行啊。以上三项。乃是佛自作心口意三业的时阵，先观察得失啊，然后才随着智慧而行，所以无过失啊。啊，该能利益众生啊。十六，智慧之见过去啊，过去是啊，这个无障，这个无隔无障，这个就是隔啊，啊，这个隔开的隔啊，无隔无障碍啊。第十七，智慧之见未来啊，无隔无障，不会去跟它隔开啊，就是无碍，没有障碍啊。第十八，智慧之见现在是啊，无隔无障啊。上三者讲哦，那关键三项是讲获得智慧，知影照着自过去、现在、过去、未来、现在三世所有一切代志，拢总通达啊。呀，自过去、自未来啊、啊自现在啊，拢无障无隔啊。那一般世间那无这款能力个少，哦，无法度。咱即马你所做诶代志都嘛迷迷糊糊，啊，下面啊这个事无所谓啊，读一下，啊，佛诶事无所谓啊，为十八不共法诶一科啊，啊，根据《阿含经》啊，
啊，卷四十二等记载，在诸法现顶觉无畏啊，有作一切地无所畏，正顶觉无畏，顶觉无畏，就讲对诸法在觉知，安住伫个正见无所困惑啊，因为咱对正法也无深入彻底了解，所以我们有恐惧感。那么对正知正见正法了解，那么我们就无所不畏的自信。简单讲，充满的自信，对正法充满的自信。第二，一切漏尽的智无畏，有作啊，六应尽无畏，六尽无所畏，六尽无畏，就是讲断一切烦恼，离不外外难部位，就是讲会断一切烦恼啊，对着一切外靠困难种种没有部位。第三，藏法不需决定受记无畏，有作说藏法无畏，就是讲一切会障碍我们修行的，伊拢无法做破除。伊说法就是咧开始修行人，什么修，什么安怎修行啊？你才会当破除这个障碍。对种障碍，障碍咱的修行。所以啊，对任何啊困难，伊拢无所不畏。第四，为了尽一切机足，出得啊如行无畏，又做说出道位，说出道就是摆脱这个痛苦啊。出道就是出离啊，这个痛苦之道。也变讲说紧迫的，要按怎紧就是除掉，要按怎抵掉这个痛苦啊？如何能这个死这个痛苦啊？紧就是尽苦，这个尽苦就是讲使这个苦啊完全没有，彻底的消灭这个痛苦，彻底的除掉这个苦，就是说尽苦道。无所谓，还是出苦得无畏，也就是宣说出离即得，离无所不畏啊！宣宣说这个出离之道，你安怎才出离，跳出这个痛苦的束缚啊？这是十八不共法，实力是无所谓。翻开第二页，第六行倒数第三字。第二页。第六行倒数第三个字，讲关闭一切诸恶处门，离心五道，依现其心。那么咱常讲，这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这拢是诸佛。诸大菩萨的愿力，伊的成就。那么，讲法身大士呢，从关闭一切诸处门，离心五道，五道都无包括阿修罗道。咱讲三界也好，讲四心也好，讲五道也好，讲六道也好，讲七道也好。讲九有嘛好，讲二十五有嘛好，这拢总是去形容这个三界。第二个都来现伊的心啊，因为这发心的大师啊，伊证得无生，那无生就无不生啊，所以恶处闭关啊，门关起来啊，无不生啊，伊会当。现这个神通，伫个六道轮回当中来救度众生。讲为大医王善疗众病啊，这个佛法的物件，参药啊同款。这个药啊会甲咱治病，佛法会甲咱治咱的心病。有人咧讲啊。讲，请问师，其他的宗教，包括一贯道，拢是咧劝人做善呐、啊，那么为什么佛法对因的看法那会无同？我著甲比一个互伊听，我讲即个正统的佛教，敢若亲像有即个政治标志。有去注册，有去注册，诶，这个药啊，
这个一贯道看起来不是佛教，不是基督教，不是天主教，都不是的，还像亲像佛教，像亲像这药啊，模仿啊，模仿就对。前面这个药啊，你若吃正统的佛教的，就是说你若接受正统的正法的，你的菩提心一直会增长，你的正知正见会增长，你到最后你会成佛，就是表示说你有经过正统的医生的指导，那么你这个病一定会好。那么这个模仿的药啊呢，伊咧食呢，原来会好，原来会好啊。这个食哦，这个头壳疼，这个食了随好。哦，比如讲咱人若康熙一听到一贯道的道理，哎嘛是真有道理啊，伊这当个人做善事啊，听到真有道理啊，哈、哦。那么听。伊这低见错误啊！伊金刚经嘛咧讲啊，心经嘛咧讲，六祖坛经嘛咧讲，啊，不过伊个低见错误啊！你开始啊，就残留伫个体内有毒素。你食这个药啊，食久，哎，头壳听好去无唔对，但是放伫身躯煞变有毒素，毒素就是一直灌输你这个错误的知见，还个你个认为对，也到尾开始就诽谤三宝。哎，啊，所以讲，迄、那个模仿的药必有后遗症。伊袂当成佛做主，袂当究竟的解脱，哈、哦！但是在伊来讲，如果说已经过了十冬咧，嘿，无法度改变，伊肯定伊家己看法是健康，哈、哦！所以这个法就是亲像药啊呢，这个法是以知见为主啊，低见为主啊，啊、哦！你若亲近这些恶地邪个，伊甲你讲的这款低见错误，你嘛认为伊正法，啊就麻烦了。所以讲啊，善疗众病。就是这个，这诸佛菩萨，伊讲的拢是正知正见的法，伊会当甲你治疗咱心肝的病，啊，治这贪嗔痴的病，应病医药啊，灵的复行，你需要你治着什么病，伊就给你什么药，啊，给你好好啊，啊，来服这个药，讲无量功德皆成就啊。啊，无量功德就是这个德行啊，拢总集中，德行拢集中。无量佛土该严净啊，啊，因为众生无量啊，那么伊所啊爱好的无同啊，啊，所以修无量的净土，应伊的愿力啊，因此有无量的佛土该严净啊，啊，其见闻者无不蒙益啊。只要伊听到，一定会得到啊！好啊。那么，因为这发心的大菩萨，伊是无形象啊，无音声啊，啊，但是伊是应这个众生的需要啊，伊来转啊，这个是宇宙当中的大众生啊。所以啊，只要你有因缘去度到，你就有会当得到利益。自由所作也不动观啦、啊，啊，也是讲所作的拢是不虚设啦。如是一切功德该设具足，啊，就是讲啊，这菩萨啦、啊，这功德拢总具足就对。啊，其名曰啊，伊名叫做顶观菩萨，不顶观菩萨，顶不顶观菩萨。啊，顶观的菩萨就是平等心嘛。那咱咧讲话讲平等心，那么平等心来观照，观照什么呢？文理平等，语言平等，身躯平等，法平等。啊，这个平等分作四个角度。文理平等就是讲不着一切文理。你骂也好，你小辈甲骂也好，你赞叹的也好，伊拢同款。语言平等，袂随着音声，这个语言就接触。身躯平等，因为我闻皆空，法平等啊，是法平等，没有关格。所以顶观菩萨，因为修这四项的平等心，所以得这款的啊法号。那么不顶观菩萨。伊讲，顶观菩萨是平等心，啊，不顶观菩萨，唔就无平等心，唔对。
啊，就善于分别而不做分别想。简单讲，不等观菩萨就是用智慧分别诸法啊，透过智慧的平等，透过智慧伊的平等。所以虽然不等观，伊虽然有分别心来讲，但是呢啊，虽分别不作分别相，定不定观菩萨啦，啊，这些啊，包括他拄啊讲的这个啊平等啊，甲分别拢总计较。讲定住在王菩萨，定住在伫个住定当中，得着住在，叫做定住在，伊个心拢安住。啊，咱今日无定，就袂住在啊。咱今日袂定，心袂定啊，啊，真容易受到人影响，所以咱是乱，啊，佫不住在菩萨，啊，乱啊，心挂乱，啊，佫不住在，两三句话就转咧团团转咯。法住在王菩萨，啊，法这是指说法，啊，说法，家己正悟的法住在，说法佫无解法。住在王菩萨，法相菩萨啊，法相菩萨是功德法相现于身躯啊。光相菩萨啊，讲光明之现之相啊，现于身躯。光严菩萨啊，就是光明庄严。大严菩萨啊，身躯真庄严啊，大严菩萨。宝积菩萨，宝积就是啊，积一粒智慧的宝啊。宝积，咱这世间人是用金银来宝来当作宝贝啊，穿针啊，穿金啊，啊戴银呐 啊，当作是宝贝啊。那么咱这个修行人啊，唔免拥有一颗智慧的心，伊就一切宝贝拢记住啊。哎，一切宝贝拢记住啊！呀，辩机菩萨啊，就是辩才不改啊，累积了很多的辩才啊，啊，辩机菩萨，这是辩才的累积啊，辩机菩萨，保守菩萨，就是手中会当出无量宝，叫做保守啊，手中会当产生这个无量的宝藏。宝印菩萨，宝印菩萨就是结手印呐、啊，手结宝印呐、啊，啊，手结这个宝印呐、啊。啊，常举手菩萨，迄位人看到遮讲，哎、欸，啊，这人唔定定咧表决，啊，无奈定定咧举手啊，啊，伊唔是这意思，伊唔是这意思，伊是讲用大肚皮的手啊，常举手就把手拿起来抚摸对方，安慰对方。哎呀，不要恐惧呀、啊，不要恐惧呀、啊！啊，囡仔来考试，咱咧大人拢嘛该讲啊，不哭不哭哦，啊不哭哦，不不不，啊不哭不哭啊，哎安尼嘿，安慰他，哦，叫伊莫恐怖，所以常常举手讲，哎呀，莫恐怖，像咱咧骗囡仔咧啊，莫哭莫哭，安尼哈，啊囡仔拢嘛是安尼嘿，上下手菩萨，上下手菩萨。就是讲垂手啊，慈悲心嘛、啊，那个接引呐、啊，常下手菩萨啊，手啊定定垂下来啊，来看众生你有啥问题，你有啥物困难无？有需要阮帮忙无？啊，未伤着众生。常禅菩萨，哦，好这名嘞，真吃力。常禅菩萨，你来解释讲，哦，这定定真凄惨的菩萨，啊，就袂歪。哎，这个禅啊，就是讲悲悯众生的无知啊。众生是真凄惨吗？啊，众生是真凄惨吗？为什么无智慧啊？无智慧啊！众生逐天拢过着迷惑的烦恼啊、斗争的日子啊。这位菩萨慈悲怜悯啊，所以常禅菩萨就是悲怜众生。喜根菩萨，这个要记起来。喜就是悟道实相，叫做喜。所以啊，这个喜根菩萨的
是表法的，表示他悟到实相而法喜。悟到实相，他就有根了，所以叫做希金菩萨。再来，希翁菩萨把笔拿起来，是心清净，充满着欢喜，叫做希翁菩萨。心我该清净，啊，充满了清净，咱人的心啊清净就是欢喜心。咱人因为心不清净，所以痛苦。辩音菩萨，一看就知影，这个人辩才无碍，音声阁好听。吼、哦，我是唔敢讲清响，我是袂使安尼讲一啦。啊，这个钢筋啊，音声爱好听，爱够智慧，哈、啊，嘿，爱够智慧。辩音菩萨，啊，咱这音声嘛是先天性带来，先天性带来。我今日好就讲啊，这个三岁吼，就去台北读台北的这个高中啊、小学啊。哦、我若开始讲伫训练馆读这个小学哦，啊，就真凄惨啊，因为迄训练馆迄个老师吼、哦，讲国语就拢袂标准啦。啊，伊所以讲今日来咧装卡学校毕业啊，讲只国语啊就真凄惨咯。啊，这是凄惨菩萨，真凄惨嘛，讲国语袂听字啦，哈、啊，而且这个辩音菩萨，不错。我以前啊，伫建中的时候呐、啊，这个我那跟人辩论过。那么伫初中部也是辩论会啊，主辩啊，辩论的对。啊，来读大学，讲话拢叫我出去，讲话拢叫我出去。人细声啊，人细喊声大啊，人小声大。所以我的辩言哦，拢叫骂，拢叫骂啊。我的辩言拢甲我记，小人得志，讲我人细喊。小人得志，讲假骂，迄讲话讲袂赢我，迄就唔知伊那边呢，阿伯就要做法师，所以爱搞讲话。虚空总菩萨，啊，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就是以实相的智慧啊，啊，犹如虚空，也就虚空藏菩萨。啊，这读者人啊，能讲啊，读这个虚空藏菩萨。记忆会较好安尼，所以这个虚空藏咒啊，足侪人咧背，足侪人咧背啊。指宝具菩萨，指宝具菩萨，指就是光明。啊，指这个宝具，就是可以引导众生呢、啊，除这个明暗。具是除暗吗？智慧是除愚痴吗？那执宝具啊，啊，就是讲专门引导众生呢、啊、走入光明之路啊，执宝具啊，哎，众生啊，啊，我执我见啊，哎，所以啊，伊家己唔捌咯，哎，大拜拢敢讲，哎，跟着我后面走，啊，就对行啊，就是啊，拢是啊，哎，所以执宝具就是做导游啊，啊，引导人行正道啊，宝永菩萨，这个永就是精进呐、啊。啊，那精进于这个德啊，就是保永啊，保永啊，是讲伊修行当中一不退转啊，他为了要得到这个德，慈悲喜舍的德，这个慈悲喜舍的是宝啊，啊，永精进于慈悲喜舍，宝见菩萨，后来不容许智法身慧命啊，所以这个应该讲智慧啊。智慧之宝啊，那见于诸法，见的是观照的很清楚，宝见的是说这个智慧之宝，观照这个世间，观照的很清楚。帝王菩萨，帝王就是讲啊，这个亲像这个梵天的帝王啊，啊帝王啊，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所以这个帝王菩萨就是神变自在啊，神通变化自在。就是帝王菩萨，啊，表示说以神通自在，以变化无穷啊，就这个帝王啊，来形容，来表法。啊，明梦菩萨，啊，明梦啊，这个网放光明啊，网放光明，啊，那无缘观菩萨，无缘观。这也无解释哦，伊真正会看无。无缘这意思，唔是讲介无缘介无缘呐。无缘这个缘含有一种不
执着的意思。无缘就是他不执着于因缘所生之相，就是无缘。哦，阿弥陀佛，无缘大慈啊，啊，同体大悲啊，无缘就是无任何的条件，诸比众生啊，一个诸比众生，他没有任何条件啊。哎，师父啊，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啊？哎，没有条件，这是我的责任嘛。宗教家的责任嘛，出给人的责任就是弘法利生嘛，没有任何条件，这个也不叫做慈悲，这是我的责任嘛。啊，就无缘观菩萨啊，那么意思就讲，伊不执着因缘所生，所以也当深入去观照一切皆空，叫做无眼观，而且是无执着一切外相，你深入的去观照，叫做无眼观菩萨。慧积菩萨啊，就做简单的积极的一切智慧，叫做慧积。宝胜菩萨就是功德啊，功德不超过一切世间人。宝胜菩萨啊，宝，佛教讲的宝都是指功德啊，啊，慈悲叫做宝。世间人拥有至宝不？我们拥有一颗至诚恳切的心，你就拥有至宝。拥有一颗智大智慧的心，你就拥有至宝。天王菩萨啊，啊，天王，世间人有世间的王啊，啊，天顶有天顶的王啊，像这个叫红大帝啊，啊，那么圣贤有圣贤的王啊，圣贤的王就是龙吉菩萨啊，所以这个天王菩萨是表示说他这个圣贤里面之王，表示说他的地位很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做这个天王菩萨，这还不要紧呢，做这个人王啊，就麻烦了。我顶摆有讲过啦，啊，讲我后世的人若无隔音之谜，安尼我过来度众生，过做人，安尼我干。啊，我假使讲这世的人有修淡薄仔福报智慧。要是在那无丢的，那走去做这个国王，我就麻烦得多了。这国王啊，让他来哈、哦，这个给你禀报啊，有书进殿啊，无书的退掉，我、哦、来啊，就是禀报皇上啊，外面俘虏啊、哦，俘虏啊、哦，两万人的士兵啊，啊，大王，你要按照处理啊。边啊，这个爱妃啊，爱妃啊，爱妃啊，咱真疼伊啊，伊就斩，这个斩，这较早甲我欺负，斩，啊就袂哇，一句话落得两万个，拢因为安尼一句话就拢总死啊。迄皇帝那咧自业，迄是足厉害的，迄唔是安尼讲的，迄两万个的性命，就亲像太高兴，那两万个拢死啊。所以哦，你只是得能。会要来讲堂布施，你会要来听经闻法，即有福哦，无量功德哦，你得保平安好去哦。即、这个你若无去吼、哦，你若明来世做皇上 哦，你就麻烦真大咯，这麻烦真大咯，真正。你皇上啊，无几个讲无受着皇后的影响，来，逐天困伫枕头边，迄个袂影响我，唔相信。大家我袂家己厝啊，走一个会哭啊，讲了到底相信？我感觉真委屈啦，呢，还放得好，明仔载拢刣啊，袂话，真惨呐。所以啊，你若讲后世的人讲娶某娶八个，迄还佫较袂要紧，哎，这无差，要做皇帝你就袂话，你会足凄惨的啊，皇帝。所以啊，做天王菩萨发大心，了解道理啊。啊，做人间的王哦，哼、嗯，就凄惨咯。坏魔菩萨，哎，破坏这个魔道啊，雷的电德菩萨，啊，电德啊，啊，亲像闪电啊呢，啊，那么这个闪电啊，速度真紧啊，啊，自在王菩萨，哎，对法自在啊，光相菩萨。啊！以功德之上来庄严伊个心啊，伊个身躯啊，西诸好菩萨啊，就是讲以大法音降伏众生啊，啊，施之好，
师父好，雷音菩萨，吼、哦，这说法啦，亲像咧弹雷啊呢，声音音质阁好听，哦，这个无听到，大家拢做，哎，这个破业这个低见，雷音菩萨，啊，亲像弹雷的音声。啊、所以较早我已经做啊，叫做雷音师，雷音师啊，三香金菩萨啊，就是安尼说法大发音嘛，啊，这像说法像山啊在震动，啊，像这个山咧震动安尼，含乎一切众生，相向菩萨，啊，相向菩萨，啊。就是讲啊，这个身躯啊，会散发出这个香味啊，香味。我一个孙啊，吼，如这个孙啊，伊叫阿姑吼，这个阮大姨的这个查某囝吼，伊身躯旁边足奇怪，伊身躯旁边，啊，向看讲，顶世的人拢从出家的修行人，修原来是修行人。啊！你甲伊讲话吼，你坐安尼一段距离，你一唔免洗香皂，一身躯就一阵香味出来。啊！但是真可惜啊，十几岁就过安啊，真可惜。照讲这是一个修行人过来，身躯会散发这香味，这是不简单呐，不简单的啦，啊，是生出香风啊，菩萨生香风啊。香相菩萨啊啊，白香相菩萨啊，白啊就是最殊胜呐 啊，就是大殊的身躯啊啊，发出一个香。上精进菩萨啊，始终不退，不休息菩萨，赶快那就是不忏悔啊。妙心菩萨啊，以心的时阵呐、啊，有这个瑞相，妙身的是讲伊出世的时阵。他有这个妙的瑞相啊，恁家己小想看嘛，恁出世有啥物瑞相无啊？恁家己小想看嘛，出世恁有啥物瑞相啊？啊，华严菩萨啊，华严就是大庄严嘛，这个花跟那个花一样，以三昧力啊，现种花遍满这个虚空，就大庄严。啥、啊？哎，这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这大家拢真清楚啦，啊，就是观自在菩萨啦。那么咱讲这个，心经啊，啊，观世音菩萨啊，普门品啊，大势至菩萨啊，就是得大势啊，菩萨，大势至菩萨，幻梦菩萨，这个梦就是得啊，啊多啊。那么这个梵有四种梵恨。慈悲喜舍啊，梵就是净啊，清净啊。世间有四种物件，是上界值得咱学习。上界清净的，就是慈悲喜舍。就是讲一个人要有慈悲心，常常宽赦众生的无知。悲啊，就是拔众生的痛苦。众生若有苦，咱就爱来甲救。喜，就是唔通执着别人。内心啊，充满了欢喜心啊，什么拢无要紧，拢原谅人，拢帮忙人，24点钟拢充满了欢喜啊。下，就是啊，包括内心啊，甲包括外口的财物拢下啊。梦就是得啊，哦，就是讲伊会修真济慈悲喜舍啊，叫做幻梦。宝藏菩萨，那么那些宝啊，那些法宝啊，啊，法宝当作是自己的依靠，藏这些，让为这个或者，或者法以法来做我们的支撑，叫做宝藏菩萨。哎，那人拢是安尼，一开始出世，脚袂行。啊，要不要行咯？为两只脚，行到变三只脚，一三只脚，行到变四只脚，啊，四只脚又搁恢复无脚。咱人一定这个过程呢，
讲，哎、欸，奇怪，听不是安怎，咱两支卡会变三支卡，这真简单。咱若年纪大，伊就开始正手就吐一支管去公园行，变三支卡，变三支卡，啊，行行行，三支卡啊。哎呀，若是到年纪大，爱吐两支，吐两支，两支行头前，两支行后壁，吐变四支卡。哎，行到路尾啊，往生去变无卡。无卡，人一定会经过这款阶段。啊，阮即马着体悟着啊，所以时间无早，爱拼，爱拼。无性菩萨、念土菩萨，这两个做伙讲啊，这就是净国度啦。无性就是没有，无人比较厉害啦，无人超过伊啊。啊，念土就是庄严净土菩萨啦。金吉菩萨，哦，这个吉啊，就是头上的一个结啊，这个印度人啊，这个头发哈、啊，就弯就弯了哈，哎，较早了哈，金吉，珠吉啊，如意宝珠啊，哎，挂在这大家顶安尼，然后看到十方的世界，当然这是菩萨啦，叫我都安尼啊，啊，弥勒菩萨，弥勒菩萨。那是咱咧讲哈，阿弥勒佛，阿弥陀啊，阿弥啊，哦，无甚，无人超过伊的慈悲啊，啊，超过一切众生，在伊的心中啊，无一个袂当宽恕的众生，搁较恶的众生，伊都会原谅伊，持无能胜嘛。文殊师利菩萨啊，那么这个文殊师利啊，叫做妙德，妙德。伊的德行啊，真不可思议，妙德。那么为小到大啊，啊，所以啊，两个人排在上后边啊，所以弥勒菩萨这种大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拢是大菩萨，啊，拢是大菩萨，所以大菩萨啦，哎，排在后边，排在后边。如是等三万两千啊，啊，三万两千个，好有万幻天王啊。湿气湿气定为其他数天下来啊来忆佛说啊那么这个玉皇大帝啊哦万梵天王啊湿气啊啊为这数天下来啊那么这个数天下有表示说啊这个梵天王真多梵天王真多啊啊梵天王真多那么为数天下来，这湿气把笔拿起来，就是这个梵王的名字啊，湿气梵天王应该按你讲哦，啊湿气啊，所以啊啊这个梵王的名字，梵天王的名叫做湿气。那么为其他的数天下来，哦，是所以讲咱咧说说这个为摩诘经的时候呐，唔是干那这个世间咯。啊，个其他，哎，其他的世界，来以佛说啊，来顶礼佛啊，立为听法啦、啊。佮再讲有一万两千位天地，那么天地啊，天地就是咱即摆讲的讲玉皇大帝啊，讲哇，玉皇大帝有一万两千个哦。自细汉啊，每一年的初九啊，拢有拜天公。自细汉未晓，拢一直认为讲天公上大。哦，到到根据佛法，才知影讲哦，这个玉皇大帝太济咧，玉皇大帝太济咧啊，也毋知咧拜倒一尊啊。啊，你讲咱中国玉皇大帝，可能讲中国话，毋过美国的玉皇大帝毋是讲英文。哎，你若讲中国的玉皇大帝。美国人唔捌咱这玉皇大帝啊，这语言未通啊，语言未通啊，所以语言未通，你啊美国人讲阮初九，爱拜妈老，拜干妈，拜这啥？拜玉皇大帝。伊美国人未晓这或者啥物是这玉皇大帝，伊干呐知耶稣尔。所以这个语言未通，因做这个玉皇大帝，可能就干呐管咱台湾、中国安尼，这语言会通啊。啊，中国的这玉皇大帝伊爱食麻辣啊！哎，美国玉皇大帝可能唔是爱食麻辣的，是哦？可能爱食哈姆。
美国人无咧食素食个啊，吼、哦，美国人个玉皇大帝可能毋是食这啊，所以讲这玉皇大帝真多，真多啊，真正即马土地公共款啊，咱即马土地公共款啊，有人咧讲土地公啊，伊个人毋知土地公足多啊，土地公就亲像咱即马派出所共款啊，派出所所长啊，土地公啊，伊啊土地婆啊，啊，你若去这个。这个神坛吼，啊，那台湾人咧拜吼，这个神祈祷，就台湾话，台湾话啊。我顶摆去这个录音室下面，啊，因为录音室灵山录音室啊，下边有共产党诶咩，广善堂啊，广善堂你听嘛吼，哦，广善堂伊个就当机安尼起来呀，嘿，一身啊，光华。客讲客话，客人会土地公讲客话，安尼听安尼无半句听有啊。啊，净赞法师客人啊，我看伊讲啥，安尼，安尼讲客话。所以啊，客人拜神，就客人神；台湾人拜，就台湾神。安尼夹起来，一起动，台湾人就讲台湾话。嘿，因为外省的哦，起动。讲外省话，所以这个土地公也无量无边，玉皇大帝嘛无量无边就对啦，哦，无量无边，你个佛祖就是无量无边啦，佛就是无量无边啦，因为人早一日开悟嘛，对不？早一日开悟嘛，啊，过来，所以有一万两千个天地，也将其他的四殿下来栽会伫咧遐做。平移在威力诸天呐、啊，龙、神、亚车啊、钱达婆、阿修罗、迦罗罗、金那罗、摩诃罗伽，这是咱读大语言读的吼，啊，这是翻译啊，从恁恁党的本的资料啊，你对，提出来，你。这个天龙八部啊，过去到今嘛，无啥咧解释，所以啊，即摆甲解释一下。神，哦，神，咱先看这神，哦，神啊，就是超越人格一种，啊，咱这个宗教信仰的对象一般啊，拢当作是不具物质的躯体啊，啊，所以无迄个形象就对。无受着自然的规律的限制，所以对着这个物质的世界，形成这个影响安尼尔。伊是主宰咱这个物质的世界之一，哎，就是全部啊。一般人对神就是这款观念啊。过来啊，讲对灵啊，灵啊，那么灵巴利语是一样的啊，音叫做拿切啊。啊呢，八部将之一啊，龙啊，军龙之首叫做龙王，也是龙神啊。一般讲龙是住伫水中啊，蛇形的鬼类啊。这龙啊是属于畜生道，哦，伊的呼魂唤物的神力啊，也是修护佛法的异类啊。哎，过来看这个啊，钱达婆啊。我看亚车啦，为亚车看到了啦。啊，这亚车，较早咱人骂人吼，讲迄个人哦，查某真歹，啊真大好，讲好迄像母亚车咧，母亚车，安尼去用讲着人就真无欢喜。亚车啊，热差啊，人生之歹讲这亚车啊，母亚车，八部将之一，通常啊，甲罗刹。亚车罗刹呐，啊，又做药叉、夜叉、夜叉、夜亚车，啊，同时那啲亚车哦，在电影当中来画出来吼，拢画啊，这几个口，这唔是这个嘴吼，红光光吼，红光光，哎，白白画啊，真长，亚车，啊，头张个弯，哦，啊，真长，叫做清洁勇健能淡。桂林威德世纪鬼结集鬼
女性夜车叫做夜车女，啊，夜车女。那是讲只住伫咧地上还是空中啊？也恼害咱众生啊！啊，但是这夜车啊，后好的啊，后好的守护正法的规律啊。那么有关于夜车所带的大地多论啊，啊，十二观啊，基础这三种的夜车啊，地形的夜车。常常种种的欢乐音乐音乐啊，虚空的夜车大力哦，力量真大。那么你行亲像风力吹安尼，啊，行走如风啊。第三叫做宫殿飞行夜车，有种种的娱乐啊，啊，以及变身之物啊，哦，这身躯啊，哎，拢会飞啊，宫殿啊，飞行啊，夜车。啊，这咱也无看吼，下面叫做钱达婆，钱达婆叫做食香啊，就是伊专门咧食这个香啊，啊，食这个香就对啦，哎，然后香的物件伊就会来，伊就会来，啊，寻香行啦，啊，是香音啦，啊，香神啦，啊，是寻香族，啊，又做钱达福、钱达婆、这燕达婆、钱达婆、钱达和、现达福。啊，反正这点我们叫做十香、寻香行、香音、香神，啊。那么，以这钱达婆跟这个金拉罗啊，拢是侍奉这个玉